热美式，跟你一样黑。饭量太多了，吃不完，分你一点好不好？好啊，很小啊。啊，你到台湾喽？所以你后天就从那防疫旅馆离开了。我希望您捐一台道宅沐浴车给偏乡，提供长照服务。这个演出费未免太高了吧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 ，TVBS 欢乐台《最美的约定》。本节目由惊喜兔跑机冠名播出。